大家好，我是火龙哥。今年4年初9，我们已经开工了。首先在这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兔年大吉。今天虽然说是开工，我们没有什么货卖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首先第一点的话，就是年前我们把该出的货基本上都出了，年后上来市场上很多的机器已经出现了小幅度的上调。那很多人就问了，你的二手手机怎么还会涨价？其实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在年前这里有半个月的空白期，所以说市场上没有什么货卖，那么就会出现缺货的情况。出现缺货的情况下，手机就会小幅度的上调。像手机的行情其实在每一年都是这样子的，年后基本上都会涨价一波。因为今天是第一天上班，我们还没有去补货，这些就是我们全部的货源了。年前的时候我们说了 iPhone 11 Pro 12 Pro Max 以及13 Pro Max， 可以看一下，基本上该出的基本上都没有了，尤其是 iPhone 13 Pro Max， 现在目前市场上都涨了100多块，在200块钱左右了。目前来说，我们全部的货源就只有这台金色的了，这个手机的电池它是100的，其他的货全部都已经没有了。可能很多人就看到我们在年前录的视频，到了好几十台的 iPhone 13 Pro Max， 拿货的行情全部都是在6200到6350这个行情。但是现在就是这种90多的电池，市场上已经走到了6300左右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档口老板跟我的对话。如果说大家在选择的时候，一般情况下年前存下来的货那就不变，如果说大家去市场上去另外的去找货的话，可能就会有小幅度的上调了。今年我们还是像去年一样，主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苹果的手机以及苹果的笔记本。看到这个桌面上的手机没有，像这个苹果的2017款的15寸以及2018、2019的13寸，这些的话我们在这个视频就不详细的跟大家讲了，下个视频我就跟大家来说一下2018、2019的苹果的笔记本。这里有一部分的机器等一下我们要发出去的，剩下的就不多了，明天我们就要该去补货了。具体的行情明天我们去市场上了解以后再跟大家一一介绍。好了，由于时间的关系，今天就先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如果说这个视频对你选购有帮助的话，点赞关注火狼哥选机路上少翻车，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